啊，伫遮吼，咱迄个书记长，这关系甲你吼共款的，拢是道路话啦吼。你请坐袂要紧，因为咱即马即张相片，就是咱今年度有一寡是录屏去完成的吼，伫凯旋路的部分吼，来下一张。哦，这是凯旋路后段，它也是破损不堪吼。这可能安尼看吼，咱看较袂清楚，但是现场看的时阵，拢已经久，这几乎十几年来、十几年来都没有铺过了。这张嘛是伫凯旋路的连接，我头拄啊第一张做好遐是，咱一个凯旋路吼，这拢是凯旋路，它有前段、后段，前段凯旋路来个过来。哦，这前段凯旋路这无做的部分，咱来延续来下一张。这个连接151线是后段，这就是伫咱基美公司，吼、哦，咱的外环道路，奇美公司一直来，这就是这点棚坑，就是咱的高铁桥下吼、哦，咱的高铁站卡吼，来，过来，这就是咱仁德86线的。一交流道、下交流道的德仁路，这从咱的高北诶、东势乡诶、东势乡完成到现在吼，都没有铺过的道路。你看这拢是市长你自己也看啦吼，这拢有够歹吼，来阁继续，这拢是吼，这歹甲真正有够歹。你看破高高吼，破高高，尤其咱这个交流道的车辆非常的多。来，再下一张，来，包括咱这拢是新田工业区。保安工业区全部的车辆都是要上这个861交流道，所以非常非常的歹哈。来，再下来，来，这是咱仁德区的胜利路。市长，这条胜利路你甲看，这已经我看20年嘛，要有啊，完全破损不堪哈。啊，伫即处哈，想讲啊，南回店啊来，可能这条咱爱去甲伊铺铺的，因为这是伫咱。仁德中山路、甲胜利路的中央，就是咱的宜林路，就是咱要南站的所在。所以我想，遮即马咱南店已经搁倒转去乌树林，遮这拢是明年度一定爱来处理的吼。没有下一张了吼，哎呦，都是下一张，非常的破烂。来，迄、那个。来，等一下，这边等一下哈，我要甲迄个书记长讲的，讲我们台南市每一年有3.8亿的路平经费，啊，就是讲3.8亿要做整个管区合并的37区，应该拢无够。但是像本溪即马秀出来遮的图，这拢10多年、20年拢无做啊，尤其逐工遮拢是逐。刚人潮非常密集的地方，过来就是讲，骑车的人感觉讲，缴税金的人也好，每年的燃料税一定要缴。咱一档的燃料税，中央嘛答应22亿要给咱市政府。那么，咱拢有收到这个税收，咱要把路用好，大家骑着，就是没跋倒，这拢无好。我讲过。我们的市政好，大家学了讲，哎，赖市长的团队，把咱的路安尼做啊，足平坦，吼，足好行，大家肯定啊。你看，大家骑着这路的时阵，拢是伫遐念，为什么咱拢足认真咧缴税？可是咧，咱的税缴出，咱的路拢破坎到，感觉讲非常非常的困难吼。啊，所以讲这吼，拜托。明年度的路评一定要纳入。搁再来，咱即马27号，吼，伫咱27号道路，咱嘛争取到遐8亿外，咱嘛已经办理土地问题、人民的问题，我拢有去到协调着，遮拢已经 OK 啊。那么后续就是我们征收要办理的征收的问题，吼，了后就是。开工的问题，这条路27号道路，咱来赶紧来甲伊开辟。时间我们要拿捏得好，莫讲咧做工课的时阵，搁底下一直拖，一直拖，把我们
完工的日期又定咧，因为这条路要通过吉米博物馆，真正非常非常的重要哈。这本小弟家再次加书记长叮咛哈，啊，书记长嘿，加议员报告一下哈。头拄啊议员所讲的，在凯旋路哈，啊加这个德伦路哈，伊最主要是联络一交流道哈，啊加这个通来到咱台北十六个这个车道，会当通到一百二线，所以也是一条重要道路哈。是。所以跨度是24米。啊，以往过去都捌反映过，所以这个凯旋路的第一段吼，咱已经伫1905年都来做。二段、三段吼，甲德伦路吼，咱1906年都吼，伫市长的支持之下吼，咱有列入这个路平的计划吼。OK。啊，27号道路吼，我那感谢议员的这个帮忙啦吼。现在这征收的作业地吼，所有的私人土地吼。拢同意谁架构？纯藤桥的土地，是藤桥、啊、土地，藤桥土地吼，阮大概有分土咧进行，就讲吼，阮请台东公司看会当先行使用未？啊，市长吼，你这个月也见这個台东的这个董事长，希望咱以后吼，这个谁架构吼，台东会当同意。好呵，局长，谢谢你，请坐哈。后壁工课，市长爱搁做努力个哦，因为拢是台东的土地哈。啊，迄、那个，再来下一页哈，好，即马交了关系水利啦哈，迄、那个文局长，伫过去即撮甘尾沟的分洪道哈，伫咱啊秘书长的手，也是咱当初的李孟燕局长，伊拢非常的用心咧斗支持。即边就是梅姬台风，你看这是86的桥卡，86的桥下。你看，伊拢是水，已经淹到满满。来，再下一张。遮是路，遮是沟啊。来，再下一张。规片拢淤堤吼。来，再下一张。吼，这拢是同款。你看水量遮尼大吼。来，再下一张。好，好来，咱先停顿一下吼。我要甲彭局长你讲，为啥？来，再继续好，再继续好。加加一缸水，加我有特别的说出水口，加就是要过吉米这个涵洞，这个涵洞，吼、哦，往奇美这个涵洞，你片规片拢是水，哦，过来，好、哦、来，好、哦、是好，这水体，这等下他来讲，我即摆要讲的就讲，彭局长，为什么他拄啊甘尾沟的水量会遮尼大？为什么这处上轮产出的淹水，就是咱的分洪道？分洪道已经做好了，上面要接分洪道的点，就是你头拄啊看到遐个水，因为伫过去遮拢较低，所以迄阵我有拜托李局长，先用咱的土石包，咱的石浪的意思，先去贴起来。所以伫去年伊并无来淹出来，但是伫今年呢，它溃堤了，就是分洪道的接点跟遮个土憋起。水全部顺高速公路，就是我即马讲的这个出水口，整个水就憋过来，为遮直入来，所以整个上轮产出拢淹水。吼，咱的港尾公司，我们去年拢已经征收好啊，伫今年一直办这个发包，但是拄啊甲这两天，咱已经嘛发包出去啊，吼，已经发包出去啊，所以我讲的。在我们的工程施作的部分，我们一定要做坚固。在发包出来施作的期间，我们一定要把握住。在明年汛取前，我们要把一公里外往上的整度整顿这一定要做好，明年度就不会出来了。为什么我一直要说这个涵洞留在这？要甲大家报告，伫过去咱拓宽这座24米151道路的时阵，你有看到上面才是水沟啊挂，下底才是路，等于下底的路爱满甜啊，才会当满到水沟啊顶。所以我感觉讲，即座伫咱的工作报告，我有邀请咱相关单位一定爱来看。你看这雨过是垃圾粪扫甲土。垃圾粪扫甲土，这拢爱想办法去处理。到底恁这是授权给公所，还是咱水利局家己要处理？
咱爱去处理。过来，这个水沟啊顶是遮尔那悬，要安那把遮个水互流入去？这恁专业的爱去想办法。伫咱即次定期会结束，我希望咱相关单位安排时间来现场看，这要安那去解决？你要甲我讲吗？好，甲迄个杜议员先做一个报告啦吼，就是讲头拄仔讲迄个甘尾沟溪吼，迄分洪道个顶游即节吼，其实咱就早就甲中央这边在争取，但是中央对，啊，就是因为中央经费吼经费无够，所以啊，所以阮有啊，搁争取了吼，拄仔发包出去，但是阮的要求迄个包厢一定爱赶紧，趁紧吼，天气好，赶紧甲。这右岸的部分哈，先关起来。好，所以这部分，阮的阮有特别已经有参东叔吼参详过的右岸吼，爱赶紧先甲关起来。好，啊，另外就是头拄啊讲到这个151吼，这个涵洞吼，主要就是讲伊受限于这个高度。嘿，对，就是迄个梁底的迄个高点哈。好，所以这部分阮会参干部局工作。最近赶紧来现场来会勘解哈，啊，看要用什么款的方式，因为受限于两底的隔顶哈，我们搁爱间隔会勘做些探讨。一个局长，这个部分啦哈，来看这要安那解决啦，无可能逐摆落雨就是爱围红线啦。每次下雨就是要去啊，拉黄色的线。我初步哈进前哈，我有初步。各有来了解一下，讲看解当做一个止水井吼，各有一个停水的倒抽节。咱来看周围的排水系统，那是爱改善改大，咱一定爱做。好，你请坐哈，你坐好来。这个万代桥哈，就是咱仁德交流道，咱即马整个的水利工程，就是要甲咱三个公司即马拢长咧施工。三个公司的拓宽，三个公司的动土墙，咱开不止啊侪钱，就是要改善大湾永康来的水，加着咱这个原台南市好买了这道的水，所以即马拢长咧施工。但是这座桥咧，嘛是爱赶紧。伫当初咱的预估是一亿，但是咱即马所有做计划出来，咱是差不多一亿两千万。咱即马看到这，伊是差桥墩呢。咱到时就是无桥墩呢。咱顶游咧做，只要嘛爱赶紧着手，我们要配合，袂使讲顶游已经拓宽拢做好啊，桥当要来改，啊桥无改，水嘛是搁互桥墩冻掉的啊，顶游的水嘛袂流啊。我讲过，咱即马甲堤防加高，迄是一个暂时的，咱袂当讲。这个水桥无赶紧做的时阵，内水加出来，结果外水拢袂流，拢吞呢。所以讲这点足重要。我阁会记局长，你慢些解释，我要甲市长报告较清楚。市长今年的520，小英总统就职的时阵，我的印象是522还是523，临前就来现场会看我们的仁德朱红池，伊迄天有讲。这个桥经费它是中央完全配合，所以这个经费局长，这咱唔免烦恼，我们要赶快着手配合，怎样整个来完成？因为呐，整个这会完成的话吼，工课较好做，吼工课较好做，以后咱就唔惊水。啊，你即马要回答我？简单就好，因为时间也有限哈。咱进目前吼。万代桥到祭坛桥这瓶颈段的工程哦，拢咧已经发包咧施作啊！我知啊，我伫地方，逐工拢有看到啊。啊，这个万代桥哈，其实伫梅基台风过后，啊，小英总统哈到迄个现场来看时，我们特别甲伊报告，所以阮进万代桥，头拄啊讲要有这个经费改建经费，我已经报去中央，报去行政院啦。好，就希望讲这个部分会当哦配合赶紧来改建。因为今年时机是拄啊好，因为咱大湾交流道参咱的仁德交流道北上的匝道哈，已经被来完成啊，所以即阵过来改建这个万代桥时机是拄啊好，所以阮已经报去。OK， 好，谢谢，请坐来下一张。好，咱即马看到是上轮排水哈，
这个上轮排水一汇入三爷公司，上轮排水这处也是梅基台风来演变淹水。为什么淹水？来，咱看到这一个，这有切口，这切口做不到来下一张，这个切口都要做到这，这是水沟啊的管道，过过这就是无做，无做过过来到这间厝家，就是要汇入三爷公司。所以讲，这阵爱赶紧做。我有跟科长、跟叶科长尽量去现场会勘了啊，只做起来、包起来，水直接抽水机抽出去，三爷公司水就袂倒灌。吼，这阵足重要，因为这次的梅基台风的演变而来。但是我直接要强调一点，咱一当过来千万委外去管理我们的抽水临时的。抽水机，移动式的抽水机。我听因厝这间的人讲，并无伫当下去开抽水机，演变淹水。这点我相信你们要去检讨。我会记得不是我咧反映尔，我的同事嘛有人咧反映。既然我们委外给他，就是个责任，袂使委外的钱给伊，淹水百姓来受苦。我感觉讲。这就不应该，我要重申一下，哈，重申一下，局长你记住了哈。好，再下一张没关系，你这个赶快找经费来做就好了哈。好，来，咱即马看到这个会展中心哈，安尼忙啊忙，等啊等，终于伫今年我们自己编列的1900万。我们先起规划，因为在中央伊都炸，在去年他就答应我们20亿了，所以咱就先规划。来，再下一张，这张就是咱最新规划出来的会展中心哦，会展中心。在未来，不管是南非要刷来，我想大家嘛无意见，所以讲迄、那个。都花市的，咱这个金花市的工课，移过伫咱公务局。在未来，在建造方面，公务局要非常的用心，因为咱家这条道有修啊足清楚哈。我们有2年6个月的工期，107年的7月建造开工。109年12月要竣工，110年3月，我们的会展中心要正式来启用。这是地方大家非常期待，我相信不是地方期待，整个190万的市民拢期待咱有一个会展中心。在未来大型的演唱会，包括。市长的任内，咱拢会邀请到国外一挂足有名的乐团来咱台南市表演。到时这拢是一个非常好的场地，非常好的场地哈。公务局的工作哈，你们要积极，你们要积极。来，再下一张。好，绿能产业科学城，伫咱小英要竞选的时阵。就一直讲这个科学城要来成立，在咱高铁站区，在咱 D 跟 X 里面的区块，这两地7加10、17，17包括这块 C 也是5公顷外，所以我们这个绿能产业科学城，我们总共有22公顷外的土地。在我们的媒体我看到的就是说他可能要几十百亿，几十百亿，所以说一批这么大的数目要如何真正落实在我们市民的面头前，我想我们要非常的用心。虽然说我们现在的规划已经有中央的人员进驻在我们的交通大学一个办公室，但是规划是规划，
完成落实是完成落实，是不赶快呢？我们现在的落点，哈，105到106第一个阶段，107第二个阶段，108第三个阶段，109第四个阶段，就是咱示范区要完工。我要讲一个力能这么大，在小英总统他的政见，我想他会来完成这件事，这是他对咱所有2300几万人的承诺。但是呢，我希望咱在地方的地方政府，咱要积极去配合，要积极去配合，因为力能就是代表以后我们不用有核能了。它的主轴，它的主轴是什么？创能、节能、储能系统的整合。创能就是我们的光电嘛，太阳光电两年，它有两年的规划，然后风力发电它有4年的规划。他要整个把这个变成一个力能产业的科学城，所以这不要是说说的。我站在地方的民意代表，这件代志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的乐观其成，但是我们要实际落实的去完成它，因为小英总统的政见就是我们要远离灰核国家，所以靠这个政见这么好。未来的创造，我们去创能，然后去节能，然后去储能，系统的整合四大主轴，然后再给社会需要这企业家，因有电行而用，因有电行而用。所以讲，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呢，什么时候要去完成？地方咧问我嘛，未向答复。我想，我讲我爱来问咱的市长。因为现在是市政府跟中央在配合，地方敢那听到讲，哎，力能科学城也不知道是什么，哈、哦，等一下再给那个市长做一个总答复，哈、哦，来，再下一张，市长，这张嘛是足欢喜，看到讲，哎，咱要来开发一个三轮影城。迄一天，一个阿嬸来足欢喜，伊讲素玉嘛，啊，咱的三轮迄个影城偌久要来开发？我甲伊讲，我唔知影，我拄啊要咨询，无我来问市长，因为这是现在在媒体看的，跟实际上我真的是不清楚。在媒体看的报纸写的拢是写到非常的好，写到非常的好。咱家有要2公顷。做咱的影城基地，咱这地有900几公顷。你甲看哈，市长，你看这个是我们现在的高铁站区，整个站区这条高花山路，市长，你这条甲我看较清楚。等一下我会讲哈，高花山路就是在这边。咱即马看到的，这座157的，就是为着咱的交通大学开去到尾啊。去大遐吼无开，直接嘛要甲司机长讲哦。什么？你那个灯是不是？你那个引灯是不是往哪边？市长他们才清楚。因为后面我看不到，你要那个图就好。是啊，来，我讲的高花山路这地啦，这条高花山路。这边呐、啊，多一点。给你搞起这条啊。多一点放这边，这边。高花山路的家、欸、是，好不？好，这条，好，我给你搞。看详细哈，好。那么157线坐到归仁，就是呢肋骨塔遐这条，公务局长，这拢爱争取搁开过。这条有规划，是要开到咱关庙，开到咱关庙，安尼咱整个道路开开通。好，下一个。好、哦，这张就是咱的交通大学，过来。好、哦，这条。这条哈、哦，就是咱未来影城的地段，拢伫这座路来过来，哦来是，搁过来哦，即马在龙条过来，哦来，好，讲到这只鸟啊，市长，
你嘛有，你嘛有讲哦，这只草枭，我阁特别讲啊，这字是要安那读？草枭，我查过了，家就是讲是伊的繁殖地，结果叉叉的，这里是他的觅食区，不是他的繁殖地。阁再来的讲，我们永城这个区块有九。恢复等来，不要紧，恢复等好掉。咱有900多公顷，我们永城用到那个沙仑农场那个那个草啊遐，过来这片。咱有900几公顷，未来直接选到200公顷。咱这只草枭直接要栖息，伊要去遐飞去遐找物件食，都 OK 的。市长你也讲，这都没问题。咱阁有留700家，要予伊底下走的，因为它不是繁殖地，它的繁殖地是在小山丘的丘陵，比如关庙也好，遮顶也好，一挂较山区、浅山。所以你嘛认同讲，遮来做影城，离岸出面，咱林泉一定要嘛答应，是一个真好的所在。所以地方足欢喜。在未来真正有一个影城落在我们沙仑农场，所以我要放这块给你看，就讲我们要积极，因为呐，将来当全部结合起来，对金阁，我们真的有看见未来。你若讲这拢是伫咱的书面上、书桌上写写而已，可能过十冬后嘛无物件出来啊。林泉他有说，他同意这个影城一个月内叫伊的干部爱写出报告。第这条报纸是10月16日，一个月后是11月16日。我唔知影即马因中央遐个人敢有写出这个报告，伊的愿景甲林泉报告，这我唔知。所以这嘛拜托市长，你爱去加油，因为我常常讲过。要真正未来，就是要去发展。在咱这么大片的沙仑农场，这么大，这是甘蔗园的专业区，不是农业特定区，它去开发在土地上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件代志，拜托市长，人若甲我问，我才会向去答复。等一下总结论啦，哈，来再下一张。再下一张，好，市长，我头拄有讲过吼，开发山路，我叫你甲我看较清楚的。来，这个开发山路，乌这片就是成功交通大学交大。好，这一张是高发山路，有这个路标，我要甲你讲的是，整个开发山路直线，伊的南端是交通大学，伊的北端。就是来再下一张，好来，它的北端就是在这里，它的终点，这个也终点，伊完全无路通去出口，完全无路通去出口。我要讲的就是讲，一个高铁站区，当初它的规划是一个四四角角的口啊来，周边没有什么出路。那么我们未来的整个大开发点都在高铁站区的里面周边，所以这条开发山路，来下一张，好接出来，就是咱的凯旋路，凯旋路位这接出来，这真细条，这条凯旋路，市长，规划会你也偏了，规划也规划好了。今年、明年，伫预算内，我拢无看到咱要开这条路的预算。那么，在整个沙仑站区里面的周遭里，它的站区里面，整个开发有这么大，还有包括我们的南部婚宴，明年度中央嘛要10几亿就来开发啦，一个这重要的所在。这座高发山路阁规划好啊，两年来你无偏预算，我唔知影到底是要做还唔做。地方嘛一直甲我问，到底这条路要开无？我讲这我嘛是爱来问市长，因为呐，
市政是你在掌控的，你在管理的，你要做哪里？我要给你建议，真正迫切的一定要事先去完成它。你看规划好啊，结果无做的时阵，是不是浪费规划的钱？我希望伫明年会当听到真好的消息。过来，现在的台糖，他都在书记长讲，你要去找台糖公司的董事长。我最近嘛伫外口听到，今麦的董事长是非常非常的配合咱小英总统。所以你若认为这集三亿外，咱预算无够，咱会当跟台糖的讲条件，你先予我开。后边拨板征收，这也是一个办法，因为真的是高铁站区开发有这么多，在未来，在我们的书面上都是要去完成的，但是实际上多久要完成，我真正唔知影，我唔知影。但是既然有遐个物件伫遐规划，已经成型出来啊，路一定爱开，地方要发展，交通一定爱开。包括着咱的157一撮，咱交通大厦门口一撮，趟过归仁这段。市长，当初我们台南县要开迄地，是甲台糖的租落地，咱来付伊租金，用安尼嘛是咧做啊。那个都开，就是他拄啊迄条，咱即马。要做永城的头前迄撮，所以什么代志唔是袂当解决，就是讲，哎，我即种的人，我要拿出我的魄力，我的积极性，安尼啊，我所讲的整个落点这么大的建设开发，都在我们的沙仑站，嘛是伫咱新农区内底，拄啊是我的区域，所以我对地方非常的清楚。我希望讲，你要跟咱台糖的董事长见面的时阵，一定爱将这条高花山路争取改开落去，啊，无就无采咱开。预算是370万的规划费，实际上用了几百，我也不清楚，吼。所以伫遮拜托市长较积极的，来再下来。好，这是咱即马要讲啦吼，咱仁德中正路的平交道，这都甲咱交通局有关系。来，再下一张，足无清楚的。来，沙仑只有一架火车，它拄啊迄张无，这一张有，这一张镜头只有火车，就是讲交通局长。这条中正路是阮仁德的重要命脉，它有北边就是咱太工业区、仁德工业区，南边就是咱保安工业区，吼，包括出入到咱的省道台一线。那么自从代替来设立咱的沙仑支线。伫仁德才设一个站，这个站都设伫这支牌的后边，所以每次要经过火车的时间等，伊的车若入站，搁等，他也不起来啊。就是阮爱伫遐等，伫遐等等到有够久，有够久的时阵，有协调，协调就是讲，咱遮出来，遮要入去工业区内底，我出来遮若是红灯，红灯。可以右转过来，因为咱咧等火车嘛，对面的车未来嘛，所以才会当先左转。这不是办法，因为安那点知，只恁爱招代替的来现场会勘，恁未使为着恁的方便，从我甲一个平交道砸遐久啊，要过的人车拢未过，急时间咧阁未过，吼。不可以为他们的方便。还有，我要顺便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报告，我希望咱的市民，大家爱遵守咱的法规。伫平交道当当当的时阵，都唔通过啊！
栅栏还没换下来的时候都不要过了，只听到当当当就不要过了，因为他的罚款超吓死人，一张罚款45,000元。我最近接到这件真情案件，我才知影讲，叮叮叮的时阵，有诶，感觉讲我无爱等遐久，栅栏拢压袂落，我着扑过，乌多麦啊，45,000元，结果无法度去办回。但是伫咱的交通细则里面有讲，叮叮叮，你若看前后都还没来，赶快冲过去，赶快冲过去，他有这样写。但是伫咱的罚款内底讲袂使，已经咧叮叮叮啊。所以为着这争议很大，伊去行迄个诉讼、迄个陈情的路线，45,000元，我顺便甲大家报告，吼，这件会后咱来实地会勘，无问题嘛？你讲有问题，无问题就好啊。议员在，我们再找个时间去会勘了，吼。好，那找时间会勘，好，谢谢。市长，我头拄啊。甲你讲，你能讲遐尼久，我就是讲，在小英要选总统的时候，他对台湾的未来要甲咱带领啊真好，予咱远离灰核的国家。但是咧，伫最近，咱要开放核灾区的食品入来台湾，我感觉这对于当初。要选这个总统的意义，他是背道而驰。在他在野党的时候，也是一直有声音说，不要让美牛、美猪有瘦肉精的进口在台湾。所以到现在，他从今年的520就职，对嘛？哈，今年的520，到现在都还没有半年，就闹得沸沸扬扬。当然，咱要把绿能产业科学城发展起来，让咱的企业家有电行好用，让下当去讲的讲绿能，去创造到遐的迄个原料出来，让有需要的人来使用，这对咱拢足好。但是我感觉，伊这边要让核灾区的食物入来。这都唔对啊！我徛伫咱市民一个小小市民的角度，我嘛感觉讲，这对我们的现在的还是以后的子子孙孙都唔好，因为伫核灾区，因的物件拢是讲较紧的，现在它是不肢解的，几年后就出来了。所以现在大家一直，我想我今仔即阵应该是伫。都要买啊嘛，有真多，拢嘛是一直咧讲，咱唔好予日本诶遮物件入来。过去若要去买日本货，要去买港货，拢是价钱遮尼贵。但是即马日本诶物件是俗啊，无人要爱啊。但是咧，无人要爱，嘛是有人加减爱去买。倒不如我们就不要进口了，不要进口。咱家阻断，就保障我们整个全台湾咱的人民的健康啊！吼，社会那个卫生局也不用说还要来订什么条例啊！吼，你慢慢底下，逐天拢为着这个代志底下困扰啊！源头咱得甲站起就好啊！吼，我为什么说绿能产业？这是当初我们小英总统一发愿出来的。结果已经买金背道而驰，这个我也不认同，吼、哦。市长你给我做一个结论，包括我讲的开发山路未来的整个影城的发展。哦，多谢迄个台湾的指教吼、哦。咱先讲这个食品的安全啦，吼、哦。其实国际贸易有一定的规定啦，吼、哦。比如咱台南市，咱台湾发生口蹄疫。这个猪肉袂当进口到出口到日本，也是禽流感
发生，咱袂当消去国外国家。咱嘛是希望讲，大家当就事论事。如果讲咱这个疫情已经过去啊，检查无问题的时候，咱就会当出口到日本等其他国家。那当然，日本嘛安尼要求，希望讲，如果讲因的食品确定安全的话，伊买当入来到台湾甲其他国家。所以我讲吼，咱现主是台湾采取的，唔是讲明知知影讲已经有污染的食品，咱要入来。那你我已经多次讲过，无安全。市长，有安全无安全是拢人来讲的。伫咱国人的心态，就是会惊。好，那这个你这样讲，这个就先搁置。你就针对那个高华三路，这个是重点。高华三路的答复。我知道，我再讲两句话就好了哈。所以我讲，我们就根据迄个客观的迄个标准嘛，有安全靠几百，无安全无几百哈。啊，时间的关系，我就无必要重复。你他讲了美牛，后来一开始民进党反对，后来现在侯友宜来，就是根据这个不用再解释了啦。我的时间有限，我还有一题要讲，我就只有一句话而已。后来就根据欧盟 Codex 的标准啊 ，Codex 的标准，因为这国际规范有一定的标准。啊，第二呢，就是讲咱即摆现主席伫这个桂林高铁特定区遐有四大计划的推动，是，一旦分做两大产业，两大。重大建设啦，这两大产业哈，就是头拄仔你讲的绿能科学城，以后吼国际性的迄个绿能研发专区要叠加，是啊，包括现主席哈已经规划好的住宅区、商业区将近200公顷要整体开发，加做一个绿能科学城啦，啊，简单讲就讲有生活机能的提供，啊，也有研究的这个的这个单位啦。啊、另外第二部分就是这个李安的迄、那个国际影城，这不是李安要来开票，嘛不是以后李安要来经营，咱来讲个清楚。伊是甲林权院长建议，林权院长认为咱台湾应该爱开票这个产业。啊，现在选择沙仑呢，是因为三年前李安回来的时阵，我甲邀请去看台南的所在，伊认为这个所在袂歹，所以伊直接甲林权院长建议。林权院长经过咱台南市政府个干部了，伊敢嘛感觉阁袂歹，前两天伊嘛过来看地点哦。是啦，啊，其实、啊、所以我说的是时间要快一点。对，我知影，伊即摆已经指定即个文化部吼，提出全国啦、全台湾，不只是即个所在，吼、哦，目前因为位所在，比如台中，伊也是南口，拢有哪有力气嘛？伊、希望讲文化部做一个整合，吼、哦。卖大家重复，啊，以后大家当分工啦，吼，分头并进，安尼咱的效能会较大。哎、啊，这个计划还未提出来，那提出来有消息了，我会甲咱董议员、甲台南市议会报告哈。那第三就是讲迄、那个啊、中研院南部院区加迄个啊、会展中心，这个时间关系我就不讲。对。但是每一样啦，吼，拢是台南市政府，我本人也好，团队也好。积极争取多年，才有法度通伫这个时阵开花结果啊！啊，你头拄仔讲的这条路，先开花还没结果啦，啊，嘛是刚先开花还没结果，我要等快结果啦。好，至少啦，吼，至少已经有确定嘛，吼。这个重点啦，市长。啊，这条路因为爱三亿啦，吼，我想你嘛知嘛，吼，你议员做较久，你也知讲，以台南市目前的财政，要开一条路三亿，唔是遐简单。我但是咱无放弃啦吼，因为咱咧伫个即个行政院有一个平台，就是绿能科学城要安怎尽速落实，有一个平台，就中央甲台南市政府有一个平台，咱已经有甲这条路的开票，伫这个平台上提出来，希望中央能够支持，那这样的话呢，未来呢这个。四大计划、两大产业、两大建设的效能才会增加。这部分我们已经提出来了。好，如果有好消息呢，会跟议会报告。伊个爱积极啦，我讲过，规个开发区遐哪拢成型了，开发结果，其实真正是看见台南市的未来啦。对于完吼，其实我唔是替阮局处理讲话啦吼。这四大计划拢唔是天顶落来，嘛唔是讲吼，我知啦，当然啦，拢是团队经过多年来我知道市长，所以我就说，我们积极的配合，但是也要积极的看到它的结果。好，我有讲，我当然肯定我们的团队，所以我说，咱的团队爱非常积极的配合吧，吼，可以当鸡卵生伫咱的这个沙仑区啊。
吼、啊，好，好，就是这条路爱紧开啦，遐个重点实在是太侪啦。我看吼、哦，咱这个科学城吼、哦，就是讲吼、哦，咱赶紧来开发者，就是会当安那里安怎样？寄望我们的产业需求，产业带动研发能量，研发能量触动我们的生产。所以说这是一个相关的物件，要安那会当把咱的科学城成立起来，咱的电出来，咱的风力也好，光电也好，咱全部用电无问题啊。当然，国内外企业都来进驻啊嘛。这是后来的环境有够好，这我拢知影。所以我在催促我们要加强加油。吼，我的重点哈，来，迄、那个这张来下一张哈。来，再下一张。我写中华民国万万岁！真的，我伫我做囡仔时代，我就一直存在读册嘛。中华民国万万岁，万万岁！咱有房屋税、地价税、燃料税，啊，迄种遗产税、政府税，所有什么税，只要。那收到一张单，百姓足乖的来交钱啊！我感觉历年来都是这样，都很 OK。但是为着今嘛，咱的地价来调整，地价调整也是应该的，因为地方要发展嘛。但是呢，咱的房屋税要来回溯到90年来扣，我感觉是较无理啦，市长。因为第二回，我相信足侪人拢甲伊讲过了。我今天咨询，我阁再次甲你叮咛一下，是不是明年度我们的房屋税就从今年的7月1日开始涨？咱来扣15年回溯不要了。你看，房屋税、地价税，大家莫急莫爱遐欢喜。这个百姓和这个税金跌甲大溃喘，阁。两脚无力通去行路，你想伫咱台湾目前的经济，你看真正无好诶。你讲一个月要去赚人3万块，真正爱揣搁再揣，因为我们的企业拢无生意啊，话搁甚至裁员啊，要对赚钱。咱15年来的厝已经旧啊，为什么要搁去改顶起呢？过去毋是讲这15年来。我收到你的税金单，我要去给你缴房屋税啊！我真乖，拢来缴啊！但是你雄雄讲要搁为15年前搞我起倒来，这哪有理啦？所以我现在在非常心肠意重，甲市长你讲，是不是15年卖算？因为安那，你来换这个市政，你拢有讲过，你讲的我都记在我的脑里。要把台南创造一个好的城市，原来也好，遗址也好，要让大家看到咱的未来。但是我即马伫基层听到的是百姓，伊讲，阮的未来敢是安尼吗？阮的未来是安尼吗？我讲，啊，要调整啊，嘛无法度，是毋是会当即15年诶？卖来回收，自今年7月7日开来起，这嘛足合理啊！我讲我来甲市长建议啊，看伊要接受无啊？要真正看到真正的未来，嘛得爱跟咱的沙仑迄片农场来开发啦、啊，才会当看到我今仔所讲的绿能科学城啊！吼，是毋是才会当真正看到未来？所以市长。你思考一下啦，这不是你甲我的代志啦，整个190万市民，大家会期待啦，去无要紧，卖去回收去15年啦。市长，这是我伫基层的心声，我今仔个重申欢迎予你听啦。多余话啊，我嘛再次我甲你说明，没有重回收，因为呢，咱无补税嘛。没有补税，但是90年领造，咱得搁再去改去呀。因为吼、哦，
本来监察院啊，甲财政部拢要求各地方政府对所有的厝，现有所有的厝，应该爱一视同仁，全部调整。咱台南市不动产评议委员会认为讲安尼无合理，应该是法律修订，民国九十年三月修订了后的厝才来适用，因为安尼才有法律根据。哦，所以这大家爱讲个清楚，哈、哦，啊你嘛，他都话你这句话讲了真好啊。唔是你嘅代志，嘛唔是我嘅代志，这是依法律的规定，咱来进行所征收的税金，咱嘛无提来乌白开啦。吼、哦，市政府、台南市政府已经甲议会、甲社会报告，咱是用伫落实，吼、哦、落实这个幼儿教育，啊，甲一块重要的基础建设。好，再给一分钟，好。市长，这拢是阮基层的声音，我反映互你知影啦，吼、哦。在你的考量内底，那是会当有甚物方案会当做，还是讲要追溯五年？咱的税金在缴，在讲追缴也是五年呐、啊，是不是会当用这个模式去解决啊？这也是一个办法，哦、不要硬邦邦的说一定要在九十年呐、啊，哦。我利用杜议员你讲的这个例吼，咱阁进一步探讨。追溯五年就是补缴啦，啊，咱即摆无补缴，你听无？无补缴就是无追溯。变成观念，就讲我已经旧厝啊，为虾米？无，咱爱用，咱爱有正确的观念嘛吼。比如讲，你伫议员，你议员，你伫地方服务足久，为民众占着国有财产局的土地，所以伊会往前追溯五年，那个才叫追溯。市长，你安尼讲。我相信百姓伊嘛非常清楚啊啦，安尼讲起这件代志就是无罪嘛。我因为已经讲过啊嘛，嘿。好，三十分秒。谢谢议长。本席今仔所建议的，我希望咱市府团队大家共同一致，用心为着咱未来要开发的、要建设的、配合中央的，大家尽力。可以当真正看到市长迄句话，看见未来，哈、哦，感谢，谢谢。好，非常谢谢杜淑英议员所做的市政总质询。那我们今天上午的市政总质询时间到此结束，谢谢赖清德市长率领的市府团队，以及我们新闻媒体各位好朋友的例会采访。阿妈，感谢咱电视机。前乡亲的收看，咱下晡1:30继续开会。